行政长钟泰就说了，在这一回呢，是因为天后的关系，中方的飞航管制单位有跟我们来联系。好，我方是全程了解的，在这个大陆籍的航空公司民航机接连的飞越，那么他就表示说，要求对方无论如何不得进入到金马最终端的管制区域，要大家放心。我们请教亮哥，不，他讲这也没有用啊。事实上已经经过了。对，不，事实上光是那个民航啦、啊。超就直接从金门头上飞过去，就有27次了。那翔安机场还在盖。对。那翔安机场盖好之后，因为它有海上造路嘛，最近只有1.5公里。嗯。实际上，他本来的设想啊，是请金门人直接透过金厦大桥到他那边搭飞机了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人流量每年啊，了不起就200万吧。他那边是4500万、欸、他是要成为福建的重要的机场，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弄啊，因为到时候他就是国际机场，是到时候直接飞过去的航班不是只有中国的航班、欸、搞不好连国际都这样飞啊，那我不知道到时候要怎么弄啊，因为航管应该是冲突的啦，那难道你就一直警告不能飞进来吗？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、欸、因为我觉得大陆看起来是就是要这样做了。哎，那事实上金门县的县长本来就在谈嘛，就是我们讲那个不是通水通电那三通的计划，然后包括哦对不通桥嘛啊，那因为我们那个金门的上义机场。跟他距离大概只有10公里啊，其实很近啊，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处理了，因为也没有料到福建的国际机场会是这样的规模了。嗯，那以前没有那么大啊，没有那么多啊。这个事实上跟另外一件事也要同时发生的了，就是我们大概1个多月前不是在谈那个刘武店的那个航道？对，啊，不是要拓深吗？是。那拓深之后，对不起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禁限制水域了。对对，那个也是通到厦门港啊，厦门港就是国际港啊，那它就是国际的货运港。嗯，到时候大型的国际的货轮也是直接穿过啊，那你要打吗？嗯，那个国际的货轮，坦白讲都是上万吨的货轮啊，那你的海巡船怎么打？你海巡船最大也只有3000吨啊，所以你要怎么处理？你难道用军舰处理啊？军舰也海空，没有办法处理啊，因为他就说这个是我的航道啊，是，所以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，对，一个是海域，一个是空域了，可是我认为明年可能海运就发生了啦，那后年空域咸安机场就盖好了，对，对啊，好，所以我们的政府啊，我们的政府是。金门政府想跟他合作，那民进党政府不愿意，就这样。那柯文哲坦白说了，因为现在那个县长也是民众党的，所以柯文哲也同意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我跟你讲，到时候一定是民进党跟蓝白又要吵一顿，又要再一次，对，要吵一顿。民航机飞越金门跟马祖的上空，他就是我认为他会已经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了、啊，已经就被认为他。这个天气如果是因为天气因素偏航的话，那个可大的嘞，可以向北修正、向南修正啊。金门、马祖那么小，金门才153平方公里，马祖才32平方公里，那么小的区域，他要绕着绕过了，他现在已经视为理所当然了，也不要绕了，直接就飞了，是这个样子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也没办法，因为他是民航机啊，就飞在我们上面。他这边讲说，他有电话跟我们航管的单位做联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是下午事后在那边做联系。那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做联系？为什么事后做联系？这个东西都是及时的，就是说要飞越这个相关的飞航空程、飞空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都要提前告知。我们待会有几架飞机，它的飞行的航向、飞行的高度。然后是什么的机型，然后要飞过什么地方，会这样子先讲事前协调，没有事后再协调的啦。
你事后协调已经没有飞机都飞过去了，他这下午的时候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有协调了，电话什么，你要事前先协调，或当下就要去协调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金门马祖上空有没有其他的航空器？有没有这个演习？有没有靶训或火炮射击？有没有？这时候事先先协调嘛。所以我倒认为在这一方面，中国大陆已经视为理所当然了。而且选在这个时间点。对对，就在这个时间点，他已经不会在意这是谁的空域，谁的管制范围，因为就跟 M503把它放在海峡中线一样，我就是他，就给关照反正你要我也放在海峡中线，你不要我也放在海峡。到金门马祖，你要准许我也飞，你不准许我也飞，不管你要不要。对，他已经视为理所当然了。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是这样的，而且他习以为常。我想说，现在飞到金门马祖上空啊，不是说就是唯一的一次，以后可能会陆续为之，就变成一个常态。常态。然后你要说这是天气因素。那么随时都会有天气因素啊，随时都会有天气突变啊，是这个样子啊，那随时都可以这么讲啊。但是这个我认为天气因素不是主要的，因为你可以向稍微左边，向北边修正，那通过马祖了，你可以向南边修正，范围可大的，因为金门马祖毕竟是一个很小的区块，后面还那么大区域，你都不去飞啊，你就要飞这个小小的区块啊，飞到这153平方公里，跟那个马祖的32平方公里。你这个意义就知道了。一讲的时候，如果要去做解释的话，可能还会欲盖弥彰。你那么小的区域都要去飞，它就是要飞到马祖跟金门的上面。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其次是清晨呢，有这个20架次的，还有共建7艘次，有7架次是飞越海峡中线。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个现象，它无人机上一次不是飞到这个花莲外海39海里，那这次飞到鹅銮鼻的南方39海里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中共他现在无人机已经得心应手。快点购618狂欢年中庆全场惊喜等你来拿，手机挂绳只有一条，怎么够 ？Keep Fighting 超宽版减压手机挂绳热销款 ，Live 活力放送款百搭荣耀款期间限定，1+1超值优惠组，任两条立刻减100元，让你任何场合都能够自由搭配。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，最高回馈10%，另外不限金额，消费就能够以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。618狂欢节，一起来快点购，线上欢庆，享受绝佳的购物体验吧。